主料：菠菜100克，土豆20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花椒粉、酱油、味精、葱花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菠菜洗净切断，土豆切小条，油热后加葱花爆香，倒入土豆条翻炒，加入适量的花椒粉、酱油炒匀，倒入适量水，盖盖，大火煮开转中小火煮，待土豆煮熟了即可加入菠菜，撒适量的盐和味精即可出锅。烹饪技巧：不适宜肾炎患者、肾结石患者，菠菜草酸含量较高，一次食用不宜过多。另外，脾虚便溏者不宜多食，贫血者吃后会让体内的铁质流失得更快。生菠菜不宜与豆腐共煮，以怕消化影响疗效，将其用沸水焯烫后便可与豆腐共煮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